这是时间流动的声音，一天二十四小时，总共86400秒，日复一日如常运行。这是人类听到的第一个声音，每分钟平均70下，一天至少10万次，在我们有生之年如常跳动。2019年6月，正言上人行脚与台中慈济医院医师温馨座谈，心脏血管中心主任谢世荣分享自己的心脏血管手绘图。实际上一开始是给自己一个记录，因为每天看得到，实际上都蛮类似的，就是换瓣膜，不然就是接血管嘛，不然就是怎么样，其实就是那几样刀而已。实际上，但是每个病人又都不一样，那你。我只要看了图以后知道，哦，这个病人是开了什么，我不用在那边一个字一个字在那边看，我只要看个图看一眼，我说哦，这个病人我已经想起来了。这是什么位置？这个位置就是在这个位置，我们心脏出来这个主动脉的这个位置，啊，这个地方是钙化掉了，就是它原来门都坏掉了，我换了一个金属的门。那这个呢是接人工的这个血管，对，接人工血管，就是把它整个动脉都换掉了。那这两个片子、三个叶子的是什么？我们心脏每天呢收缩大概10万次，哦，平均起来。那这个门的开关大概就是10万次。那我们知道，哦，一般的门要开个10万次。每一个人的心啊的领域是这样的，让我们更能。底心呐，知心，我们自己心在自己的体内里，不知我们的心长成什么样，我们在想什么，脑筋呢？到底我们像现在所动的脑细胞是用哪一个区域？觉得这个利他主义有这同情心是对于这一段期间。美国施益民教授曾和上人分享近年来在脑神经医学对于人类从事慈悲利他行为时活化脑细胞的研究发现。此次听完谢主任的分享，上人以心脑合一来鼓励慈济志工。我这一回来呀，也见脑看心都有看到了。原来呢，人呐，啊，脑如何去动脑筋，脑细胞呢如何让它唤醒，师父跟大家人讲，莫忘那一年，莫忘那一人，那一群人，更重要，莫忘那一念，那一念呢就是心与脑，你心想什么，你动了什么样的脑筋，你想要做什么事，起于行动，这就是知事行，要动脑用心，这呢要汇合起来，每一个时刻相信佛陀来人间，也是呢，要教导我们人要用心动脑，在知与事身体力行中。所以大家人会记得，知色行心脑五项代志。平行，这就是一念呐，啊。所以时间所处的空间，不管你走到哪里，都是有一个空间。哪一个空间都有人与人之间，这三间呐，啊，也要记得，
如何待人接物，这都是佛陀对我们的教义。第三梯次全球四合一干部精进研习此时正在台中静思堂举行，海外志工在圆圆典礼上踊跃分享自己投入慈济的心得感受。自己经历过来的心得，这才是真实道。拿别人的文章呢、来朗读啦，那朗读的再好都不是自己的，是自己的去体验过。我们很珍惜佛法，总是呢因为佛陀他自己体验过的，他的体验很简单，佛陀觉悟了，但是怎么样的觉悟法，现在真要体悟就是要换自己。开始我也是很迷惑啊，到底佛陀体悟到什么，怎么那么简单呢、眼睛跟那一颗星星这一接触他就体悟就觉悟了，到底觉悟什么。我年轻的时候啊，天天呢尤其是在小木屋都会踏出门外来抬头看天空，满天都是星，到底佛陀呢是看见了哪一颗星觉悟啊。真的我都是呢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佛陀在宁静的那一片心地抬头看见与心光汇合就会这样觉悟。我一直呢都在思考佛陀的心灵世界，觉悟了心灵世界。有一天我在小木屋里，那在抄经啊，那个时候抄的是《法华经》，在抄经，只有一张桌子，坐的呢是拜殿，跪坐在桌子里，都是面对了桌子在抄经。突然间呐、人自己呢，好像很疲倦，好像很疲倦。就眼睛闭了，有一点趴下来的那样的感觉，就是突然间也会看到了无法形容的那一个光啊，不刺眼的那一道光，突然间呢、就醒过来，对自己说不用功，要好好的保持清醒的脑筋，不能昏沉，不能昏沉，不能执着，不昏沉不执着，不要呢给他一个小小的境界就转过去了，一直自我警惕，不执着，也不要昏沉，就是从这样啊开始，一直一直感觉佛法的那样的浩大了，真的是无法形容。佛经，你用如是我闻的经典，咬文嚼字啊，都不是我要说的。我认为要好好的听、
清楚了，入心了，听你所了解，而且呢，做你所做得到的，所以知认识能身体力行，更浅一点，光知不认识一点都没有用，有知了也认识了，光知识呢也没有用，感觉不到了，一定要知而识，最重要身体力行，你的身体要入其境，要走路了。什么叫做菩萨道？菩萨 的境界是从苦难中得来，你不面对苦难众生，根本没有菩萨道可行。菩萨所愿缘苦众生，各位菩萨真正的不要执着在文字，尽管呢、我一直在写写，到上来要说话根本都用不到，因为呢写的是在听别人的哦，他的感觉，他的心灵世界是这样哦，是写别人的感觉，他的感觉我理解到他的感觉啦，只写这样，这都是不是我上来要说的话，因为呢要说的话是要自己感觉跟大家分享，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呐、你我他都是人与人，时间在这样的大空间，这个大空间是我们的，但也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也不是他的，可是呢此刻你我他都在这里，是我们，我们在这里，由我们呢来回忆过去那一年那个时刻那一秒钟，那 一秒钟呢产生出来的那一念的决定。所以佛陀说一切为心造，我们要好好的记得这一念心。早在大脑成型之前，人类的心脏大约在怀孕第三周起开始发育，第六周划分出心室，并进行有规律的跳动。此时的心脏已具备血液帮浦功能，将胎儿从母体胎盘所得到的氧气与养分输送给全身，直到出生后进行气体交换的部位，才由胎盘转变为肺脏。响亮的哭声揭开了新生命降临的序曲，哇哇坠地的小婴儿吸进了他人生的第一口气，原本塌陷的肺灌入了空气，被吸入的氧气在肺脏中与二氧化碳进行交换，正式开启了体内的心肺循环系统。循环是很重要的，因为循环的功能就是说把身体所需要的细胞所需要的一些氧气还有一些营养分
都要靠着血液来循环运送到全身的所有的器官跟细胞，那同时会把各器官跟细胞它们所产生的废物运送到可以排出的地方，也就是血液要不停地在身体里面流动，那要靠什么东西来推动它，就是心脏。当心脏收缩时，新鲜的含氧血从左心室被押送到主动脉，透过小动脉以及微血管被传送到全身的组织与器官，在回收细胞代谢产生废物与二氧化碳之后，暗红色的静脉血再经由静脉回到右心房，完成一趟全身组织的铁循环之旅。接着，就像空气滤净的过程一样，缺氧的静脉血从右心室被打入肺动脉，进入肺脏进行二氧化碳与氧气的交换。最后净化完毕的新鲜血液经由肺静脉再次流回左心房，准备进行下一个体循环任务。心脏它是一个这个自发性跳动的组织啊，在我们人生活在世上每一天呢，它不停的跳动，那么只要它有充足的血液供应，它就持续的跳动，它没有办法受到人的自己的意识来左右它跳多快多慢啊，它会自动感受到身体的需要而来改变它的跳动的速率、跳动的力量。这个不断跳动的秘密来自于右心房上方一群由特殊细胞所组成的窦房结。窦房结是天然的节律器，规律地送出电气讯号。讯号首先通过右心房以及左心房，命令心房肌肉收缩，将血液压入心室。之后，讯号透过传导系统被传送到扮演传令兵角色的房室结，然后再由此处将电气讯号经由更细的传导系统传达到心室细胞，引起心室收缩，将血液从心脏送出。等第一波结束后，窦房结会立刻再发出第二波电气传导，生生不息地维持心脏的跳动。一念心是一颗种子，这一颗种子呢，在每一个人的心田里，心的田地里啊，你今生有这一颗种子，来生呢，是要去产生的无量数的唤你们呢去撒播爱的种子。现在就要开始，未成佛前，就要先结好人缘。其实，师父常常说，我一无长处。我什么都不会，什么事我都没做到，只是呢，我说很多，我想的也很多，想了就说，很感恩呢，就是有这一份缘。我前辈子啦，不知结了多少缘呐。大家都把师父放在心里，师父说的话都会放记得在内心。师父轻轻说，弟子们呢，重重听进去，身体力行。佛陀是八十入灭的啦，我常常都会说啊，我已经超过佛陀的寿命了，也应该是很满足。但是呢，也想我苦啊，因为呢，苦在呢，天天看见人生苦难。但是呢，我感恩呐、啊，感恩呐、啊，人间呐、啊。
就是成全菩萨道，这都是有缘。缘未了走不掉，缘未了走不掉。刚刚有菩萨说，师父你要把我话经讲完，老师说我没有信心。佛陀呢，光是《法华经》啊，所讲的《法华经》是将近八年间，《法华经》多深奥啊！智者大师，他光是“如是我闻”呐，“如是”两个字，就要讲好几个月。这都是啊，要把佛陀的心灵世界如是真如如常，总是呢要把它说回到了如常本觉开悟，这样不是那么简单啦。但是你没有现在就接受，你要等待何时有这一颗种子呢，可以步入心田里呢？每天86400秒，心跳100000次，日日如常。而我们启动行善的那一念心，是否也时时如常呢？所以呢，为佛教为众生，就是净思法脉勤行道，一定要勤行，要认真。此即宗门人间路，路要铺平啊，道要开广，这都是呢师父要弟子们慧命增长，离开这一些法，还是回归凡夫啊，凡夫想不开，也许呢烦恼重重，我们要如何拨开烦恼，放下了无明，我们要如何做到？不是做不到，请大家知而身体力行。